你的石头布。好，好，赢的人先选择。嗯，那我要先按。啊，按这边。好，来，我们在板子上按一个、两个、三个。哦，好，他按了三个。好、哦，那没关系，我也按三个，反正这么多个，你随便按哪里都可以。嗯，好，来继续。我按，我也要按一。一、二、三，哦，好，啊，这个其实等一下是要放在桌上、平面上，这样子按才会比较好按。来，那我呢也按三个，反正现在这么多点，多按一下。剩下这些吗？好，我要按两个。两个，它到底是有什么机关？啊，其实这个越到后面呢。我还是一样，我比较不怕死，我还是按三个。剩下二、四、六、八、十个。哎呦，你快一点嘛，抢钱！帮帮我，你说按几个？一个，哎，一个，你按一个没有？对，这个接下来剩的越少，就要动脑筋了。这个三个。这咱们要选几个好？一个就好。好，换你，强换剩下二四六。哎，三个弹回来。二四六七个，不止五六七八，还有八个。你换你啦，快点抢抢。我要一个。你一个呀？对。我如果按他嘛，那我也一个好了，好危险哦。剩最后一个的人，那个就是输了、哦、所以刚刚忘记讲，换你了，一个，你按一个，你要哭了，剩下五个你要怎么办？其实剩五个那个人，他按什么？按一个呀，就你，李长，我按一个，你看看。你下要按几个？我要按剩四个，他按二三，最后你按、这样子我就输了、所以呢，其实这个就是刚开始这个数字很多的时候，其实怎么玩哈、你按多少个都没有关系，越到后面就是你可能要数一下，因为对方可能会按一个、两个或三个，你不知道，所以说看最聪明的就是我们。到最近开始解封了以后，才把这个活动正式启动。但是呢，因为时间上可能也比较慢了一点，所以呢，今天借由这个记者会，要麻烦我们的媒体先生啊，还有我们罗龙镇内国小国中的老师呢，帮我们做宣导一下，帮我们鼓励一下，因为我们这次的活动其实只有在从今天开始。11月13日到12月15日这段时间，很短的一个时间，所以呢，要让所有同学完成这一个国外阅读啊，阅读网的这一个工作呢，可能有比较一点高难度，这一个多月而已哈，所以60册的书哈，所以呢，也要麻烦各位同学们哈，加紧脚步一点。我们这一次阅读的这个比赛里面呢。除了这个我们阅读网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阅读心得的写作，啊，然后呢，还有一项就是我们的热读图书去，啊，这是一种亲子的这个活动，就是呢，带着爸爸妈妈跟我们小朋友来到图书馆做共读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这也是我们希望说我们的这个图书馆能够让我们的所有的同学小朋友呢。他们喜欢上来图书馆，因为我们希望来图书馆不是只有来看
看书而已。其实呢，刚刚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宝贝鸭，它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三只小鸭的这个哈，这个常常会在这边做说故事的一个活动。所以呢，我们希望小朋友呢，除了很喜欢说故事，还要听故事，甚至后面会来写故事，甚至有人会读故事，所以呢，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呢，让小朋友在潜移默化当中能够喜欢去上图书馆，喜欢看书，这也是让我们的这个学习教育的一个扎根的最终的一个方式。所以在这边呢，感谢所有的这个媒体先生，还有我们的这个代表，我们的理事长，希望呢这个活动能够让所有的小朋友能够善用我们的图书的这个资源，让大家除了在比赛过程当中也能够获得奖品以外，奖状以外，也能够喜欢上读书。在这边感谢大家，希望跟大家一起来把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让它推展。感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我什么事情啊？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图书馆正在举办大家来阅读的读书活动。哎呦，强强啊，这个图书馆阅读活动很常办啊，而且小朋友平常呢也都会来图书馆借书。是啊。那这次到底是有什么不同呢？这次举办的是金牌阅读王的选拔活动。阅读王？那怎样才能够成为阅读王哦？就是到图书馆拿着几点卡，对，集满6点，还有12点、18点都有不同的礼物哦。可是这要怎么集点呢？就是啊，在罗东镇内的李科勇图书馆，还有那个竹林的仁爱图书馆，还有公园里的儿童美语馆，借10本书就可以集地点。原来是借10本书就可以集一点，就可以成阅读王了啊！太好了，太好了。可是什么？强强啊，如果有小朋友啊，今天一下子来借书，马上又还，借了，又还，借了又还，那就很快就可以集满6点了，就可以兑换礼物了。好，图书馆就怕小朋友上跑来跑去太忙了，所以呢，规定啊，一天借20本，可以集满2点。你的意思是说，只一天最多只能集2点，就是借20本了。对啊，你知道吗？集满6点就可以摸彩，然后就可以得这个奖品。对呀，摸彩小朋友最喜欢了。所以你看，你集满6点了吗？你摸彩一下。抽到几号？4号。4号。你看4号，哇，这个哇神可是强强，如果我不喜欢4号的礼物，我可以再重新再摸吗？不行啊，重新再看书啦。再几点啦、原来如果摸到我不喜欢的，就要继续再借书看书。好啦好啦，你看集满12点在那里。12点就直接兑换了，是不是？集满18点。18点，好漂亮的袋子哦！好，那我一定会来借。那这个成为阅读金牌王，是只要借书就可以成为金牌王了吗？是要借，从从今天开始到12月15日，寄完以后，图书馆的馆员呢会统计，看谁集的点数最多，集满了点数最多的，看最多书的那个人就是阅读金牌王第一名。所以是结束的12月15号那一天呢，就会统计，每个人看谁借的最多本，那个人就是金牌王。
失望啊，还有呢，阅读银牌王十名，阅读铜牌王十名，还有阅读铁牌王也十名。哦，那这样子总共就有31位的小朋友可以得奖咯。对了，哎，太好了，太好了，31位小朋友可以得奖，还有这样子特别的礼物哦。这样子我可以去赶快跟其他的小朋友讲，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请他们呢可以找他们家的阿公阿嬷，哎，爸爸妈妈、叔叔伯伯、阿姨，还有伯伯一起来参加。对啦。